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法兰索瓦跟阿宝船长在海底遇到了大麻烦。哇，金鱼平常很温驯的，我第一次看到金鱼那样。哎，我也是，陆马，金鱼一定有什么困扰，但是我们要先帮船长他们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陆马，你驾驶潜艇把金鱼从潜水中引开，还有小丽，你用挖土机把潜水钟翻过来。好哎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可是金鱼也来了。陆马，看你能不能让金鱼离开。嘿，金鱼，玩过鬼抓人吗？你一定抓不到我的兄弟。好，小丽，该你上场喽。哦，天哪，我们又可以动了，现在快走吧。嗨，金鱼去哪里了？你在这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莱德，金鱼好像不太对劲，它一直不停地抹嘴巴。你能不能靠近一点看看？莱德，我看到了，它的牙缝里卡了一个东西。灰灰，我们去帮陆马刷那些大牙吧。可怜的金鱼一定非常非常痛吧？这只金鱼需要刷刷牙，还要用牙线。让我来吧，莱德。救生圈的绳子真是好主意。兄弟，嘴巴张开。成功了，做得好，宝宝们。只要你嘴巴的问题，就大声呼救。他还刷过牙了呢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